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？有的时候呢，想吃一样美食起来啊，那什么理由都不顾，就是想吃。比如说今天呢，啊，我就非常想吃那个羊角面包，酥酥香香的，哇，心想事成。太小了吧？这是小羊的羊角吧？有没有大点的？这羊角面包不给力啊！你看看，里边白乎乎的。什么都没有，哎，有没有有馅儿的呀？有馅儿的羊角面包啊！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，全是空的。这是在故意捉弄我吗？你看啊，这羊角这个牌子上面写着，有的写着原味儿，有的写着巧克力，有的写着杏仁儿，还有一写着芝士火鸡肉羊角，什么意思吗？连个踪影都没看到，是要帮忙的。我很气愤，为什么羊角一个都没有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第一轮的羊角已经完全售空了。您要是想对我们这边感兴趣的话，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食客都是在吃我们的羊角。那我如果很想吃怎么办呢？要等2个小时以后，我们下一轮会重新做新鲜的。哇，太牛了！这家店让我等2个小时，看样子这会儿功夫，我只能先到食客桌上去闻闻羊角包的味儿了。您可别以为看到我们来拍摄，店员故意藏起了他家的羊角。事实是，他家的羊角包每天都是限量的。如果您能买到，还真算是幸运了。哎，我看到了，这个羊角包真的好大哦，比我刚才那两个，哎呦，那简直是没法比。刚才那属于孙子辈的羊角包，这个像爷爷的一样，它这么大。它的味道很松脆，然后很酥。是不是都不用怎么用什么力气就吃啊吃就能够嚼下去？对的，因为它放在口中会一会儿就化掉了。你这个是什么原味的吗？原味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原味。嗯，哎，这样一个大小，你觉得对男孩子来说是不是能吃得很饱了？大概7-8分饱吧。他家的羊角包一个大小和女生的手肘差不多长，一丝一丝的扯开，香浓味直冲而来。据你所知，这家的羊角包是不是特别难买啊？对，特别难买。你们排了多久啊？蛮久的，一般大概总共要1个多小时。这个羊角包是不是特别大？你觉得？对，超大，对一个女生来说。吃得了吗？一次一个？如果是早饭的能吃，如果说是下午茶估计吃不了。那剩下半个呢？不舍得扔吧，应该会把里面肉吃掉。它里面会有肉？肉？对，是、那个、那有吗？有吗？有，在这里。那里有肉？那这里有一片像那个什么火腿肠一样的肉，是吧？火腿肉，对，就铺在下面。对，因为好像据我所知，这个就是羊角里面有这个肉的会蛮少的。嗯，那它吃上去是咸味的了，就对，咸味的。那它外面这层皮呢？羊角的那个酥脆的，它里面那个层次就比较分明，可以看它那个层次很分明，然后外皮是非常酥脆的。哦，你的手这样轻轻一碰，你看就会有好多这个，会听到有声音，就那种脆脆的声音。吃羊角最爽的方式就是一股劲儿撕开，如果配上一杯咖啡，那就是完美组合。巧克力羊角面包，羊角，羊角在哪儿呢？嗯，这个帮那个原味的不大一样，因为它是巧克力的嘛，它里面可能放的是巧克力条，然后它就是这个造型，然后和那个原味的不大一样，比较实诚一点。哇，感觉像在切一块很大的牛肉啊，或者是汉堡的感觉，是吧？很有成就感。它下面的底层有好多的巧克力哦，它因为它十分松脆嘛，你看你也可能就有点碎了，但是你还是能看到，看看，你看它是有两条的，很浓郁的巧克力棒，巧克力棒，而且是一条，是黑巧克力还是什么？就是接近黑巧克力，不是很甜的那种。Do you like this? Yes, it's very nice. It's very light, and you know some croissants can be very heavy. This one is very light, very crispy on the outside. I like it. 所以外国有人说它其实吃起来蛮清淡的，不是那么重口味的那种很甜的腻的感觉。那你哎会用中文说 ？Can you speak in Chinese? I'm speaking Chinese, but I can say 好吃，好香 ，very good. 巧克力羊角虽然长得有点另类，但味道超级棒，里边的两条巧克力棒不甜不腻，恰到好处。可惜最热卖的杏仁羊角早就不见踪影了，沈婷决定辗转后厨一探超大夹心羊角包的奥秘。哎呀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原来羊角包是这样做出来的。不过我还是没有看明白，为什么一上来它都要切成这样三角形的呢？做羊角的土耳其大厨告诉我们，三角形卷起来最像羊角的模样，于是沈婷决定亲自上阵卷羊角，貌似还挺简单的。Some part of the world, they do like this, you know?
一边做羊角，大厨一边跟我们讲起了有关羊角包的传奇故事。据说羊角面包起源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蛋糕店，用来纪念1683年的奥斯曼战役。当时敌军要夜袭维也纳，被店里早起的面包师傅发现，拉响了全城警报。为了纪念胜利，面包师傅做出了像号角一样的面包，后来就取名为羊角。两个小时后，羊角包终于新鲜出炉了。果然，排队的人群三三两两聚集到了橱柜前，挑选起自己喜欢的羊角口味来。哎，让他们抢去吧！我已经在这一批的羊角包当中成功预定到了一只巧克力味道的，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长得不像羊角的羊角包，吃上去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搭配巧克力啊，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，真的是很有创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吃过羊角包子都知道，它特别的有嚼劲儿，你会在嘴里啊需要嚼挺长时间的。那这个巧克力呢，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慢慢慢慢的融化掉，然后混合在这个羊角包里，你就吃上去会觉得特别的有滋有味儿。您是不是也头一次见到这个超大夹心羊角包，四种口味，价格12元每个，晚上7点后还会打折，难怪下班路过的朋友都要来店里抢羊角了。